要的是我，前提是你不可与第二人提起。师父，你留给我这颗珠子，这么多年都没舍得扔，我带着它越来越心神不宁。刚上青云门的时候也想过报仇，但现在也就慢慢放下了。大柱风张小凡，请赐教。等一番就正暖满足心疼欢，众人看风一散无